好啦，大家好啊，欢迎你又嚟到呢个协恩嘅 Bang Bang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日我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一条啦 ，HKCEE 2008年嘅 Paper 2第六条嘅 MC 啦。嗱，好啦，事不宜迟啦，先望一望嚟题目先啦。咁佢就话啦，let 嗰个 f(x) 啊，就系等于啦，就系 x 二次加 kx 加七。好啦，咁佢就话 where k is a constant 啦，系个常数嚟嘅。好啦 ，if 啊，如果啦，俾咗个资料你啦，就系呢个，就系 f 四减 f 三啦，等于廿一。好啦。頂啦，個 k 嘅 value 個數值究竟係幾多咧？咁我咧事不宜遲啦，攞張單項紙出嚟先講啦。咁啊，我攞支紅筆啦，就當係算數啦，好唔好？咁佢首先咧就俾咗個資料我哋啦，就係話 f(x) 啦，係嘛？就會係等於 x 嘅二次啦，就再加 kx。就再加七成到題目嗰度係咪？咁啊，我框住佢方便大家定緊講解啦，好冇？咁而事實上啦，佢俾咗個資料我哋嗱，藍色筆就係出街嘅部分啦，我當 long quick 咁寫俾你睇啦。嗱，由於啦，佢講噶嘛，條題目講噶嘛，就係 f 四再減個 f 三啦，就會係等於廿一，係嘛？咁所以啦，我哋知道有個結論啦，咩叫 f 四啊？即係話個fx 個 x 轉做4係嘛？即係呢個 x 位轉做4，咁相對應呢個 x 位咪轉4咯？呢個 x 位亦都要轉4，咁所以 f 四嘅意思即係四嘅二次啦，就再加 k 乘四啦，就再加七，就係呢嚿。係嘛？嗱，呢個成大個就係 f 四啦 ，OK？ 嗱，不如我俾啲卡拿你啦，等你舒服啲啦。嗱，黃色部分就係 f 四，咁即係呢個就 f 四咯。得嗱，希望你睇到啦，等你舒服啲啦。好啦，咁至於咩叫做 F 三啊？橙色部分呢、這個係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減好照寫啦。嗱 ，F 三我寫喺後邊啦，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。好啦，咁啊，你會見到 F X 個 X 轉咗做三啦，係嘛？個 X 轉咗做三啦。咁即係相對應呢啲 X 位轉三 ，X 位轉三咯。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，就會係三嘅二次啦，再加 K 乘三。再加七，得唔得？就等於廿一咯，照抄。嗱，當然啦，橙色部分就係呢嚿啦。咁啊，俾啲卡拿你，等你舒服啲啦，係嘛 ？OK， 嗱好啦，咁跟住之後繼續去咯噃。咁換言之啦，前邊啊四四一十六啦，四嘅二次咪十六咯，係嘛？咁即係話呢個係十六啦。好啦，咁啊當然啦，醒目嘅你十六加七啊，梗係寫咗先啦，即係廿三啦，好唔好啊？因為綜合佢嚟寫啦。咁即係話廿三加四 K。好啦，就再減乜嘢啊？後邊呢嚿嘢啦，咁啊三三該九啦，再加七啊嘛，九加七即係十六啦。好啦，就再加三 K， 就等於廿一。嗱，整翻靚佢啦，咁啊負好兩個箭嘴抌入去啦。咁你會見到就係咩嚟噶？如果寫翻靚佢啦，就係廿三第一個箭嘴就減十六，咁所以廿三減十六嘅情況底下即係七啦。係咪？好啦，再加乜嘢啊？好啦，小心翼翼咯喎，就係呢度有四 K 啦，但第二個箭嘴咁樣抌入去綠色嘅情況底下就係負三 K， 咁所以四減四 K 減三 K 就係加 K 咯。OK， 係啦，就等於廿一。咁終極啦，當然就係個 K 係等於十四啦，將個加七掉個隔離變減七啦。好啦，咁當然啦，終極答案都呼之欲出嘅啦，正確答案就梗係十四啦。好啦，嗱咁啊，睇下有冇呢個答案揀咯喎 ，OK， 咁啊 check 一 check 啦，望一望先啊，十四，好，見到佢啦，正確答案當然就係 C 啦 ，OK， 嗱好啦 ，check 一 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問題啦，嗱如果冇嘅話，我哋今日就到呢度噶啦噃 ，OK， 好多謝大家今日收睇啦，嗱希望下次有緣嘅話，我哋再見啦，嗯，拜拜。